淳朴年代南岸使馆区，背后远处渭南山。总想着他们都不在了，慈云寺看出了旧照现纸的感觉吗？当年的菜园坝，男人给女人擦鞋，现在时代变了。下半城楚旗门一带，在当时日军飞机轰炸的情况下，纺纱女工情绪高涨，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。观音岩